廖师，廖师，怎么说？有没有适合零基础不用任何道具的魔术啊？有啊，入门级绝对手感就是你所有普通人都可以学得会的啊。我举个例子，非常简单啊，一副牌，你随便拿一副普通牌，你就可以开始表演。然后十到十五之间，你随便说一个数字给我。十五，十五对吧？好，来仔细看，接下来我要用我的绝对手感。我想改一下。你想改什么？十二。好，十二，你这一次改不改？不改。确定不改了吧？不改。十二张牌，各位。因为我有绝对手感，所以我随便一切我就可以切到12张牌。很大部分人都不相信，我们看一下。1,2,3,4,5,6,7,8,9,10,11,12。哇塞！这个我觉得还不够厉害，这不算厉害。你知道真正的厉害的魔术是什么样的一个魔术吗？我们现在可以把所有的牌洗乱之后，我们再把它给平均的分成 1,2,3,4, 把它给分成四份。当我们分成四份之后，我们只需要一二三四弹四个响子，你会发现你可以找到黑桃的一条龙，这是红心的一条龙，还有方块的一条龙，最后这是梅花的一条龙。是太厉害了吧。这样的魔术看起来似乎很难，但其实非常的简单。这个魔术三到五分钟你就能学会，十分钟可以开始表演，不需要任何的手法。想学的同学可以点击下方链接跟我学魔术，小走点弯路。